主料熟牛肉250克辅料油盐葱花蒜料酒糖醋酱油姜水淀粉准备时间10分钟内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葱姜蒜切好备用牛肉解冻锅中加油放入葱姜蒜红辣椒炒香后放入牛肉煸炒一会加料酒酱油醋糖少许盐一点水翻炒均匀用水淀粉勾薄芡出锅啦烹饪技巧酱油少加或不加否则颜色会不好看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News.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